好，欸，各位观众们午安啊！至少我现在录影片的时候还是午安。好，你看169颗石头没有？对，我就刻了一点点啊，就我们刻了一单来抽抽看。对，你们一直昨天前两天一直说什么 DA 啊，是不是拿别的账号消孽账啊？就是消业账，然后吸别人的欧气，这种话你们说的出口我都听不下去了。对，所以我决定自己也来抽一下啦。其实我主要是想抽个农具啦，因为没有的哦，虚数环还不错欸。对啊，因为主要是这次没有农具，说真的，其实金丹什么农起来还蛮辛苦的。那因为我之前有抽过一点呼符，所以就有抽到四星的那个小莫，就是红孩的礼装。对对对，啊，跟你讲，其实这个游戏我真的是抽礼装就好，能够抽到一张 Go West 我就谢天谢地了啦。啊，又是小哇，干 FGO 的日常，呵呵，你看吧，你们看，对不对？也不是每天都过年的。哦，干，不要跳，走开走开走开，不要提醒我刷卡，气死我！没刚没看到，真的是啊，死之艺术啊，很好哦。好，哦，来看哦，有从者是什么？什么职业？哦 ，caster 啊，一定小金星的，啊，不要骗我，小金星，小金星，小金星啊，满天都是。哦，干啊，糟了，我忘了截图，好像会让那个录影就会没有声音啊。算了，我之后自己再补音乐进去好了。好啊，对，好像我只要动到苹果的那个荧幕键，它就会失去声音了。那个好，反正呢，今天是2月14号，那就祝各位情人节快乐，跟各位拜个早年 ，Happy New Year。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就好像比我想象的短。好啦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啦。好，那各位下次见喽，拜拜。